就是右部了，这个啊，右部，特是右肺，确实右，左肺还行，这边还行。所以我就他来了，我就可以让他去找。我想可能我也修一段，再修修可能圆满了，没准自己能搞定。就说自己在玻璃厂里边就搞了嘛，你就不是直接的瞧这个疏通它的。它所有的脏器都变成一个光的震动了嘛，那个时候就调频率就行。对。那个频率调好了，这块就改变了，物质就改变。到现在就是做不到嘛，理论是可以。甚至有些因果的东西你自己都没调自己。自己都不知道。不是你知道，但是你做的时候你自己没办法给自己说好话。对对对对。我能给陈搞出来呀，你原谅陈搞吧，我能说你原谅我，他就不，人家就觉得你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。有时候那这个就从逻辑上是有问题的。那就是说，那我犯错不是，他不是这么简单嘛？你不是说道个歉就起作用吗？有时候调节一些东西，你自己出面跟别人出面是不一样的。那我欠下的，比如说陈稿子欠下别人跟别人有问题，他请我去，人家会看在我面上，没准就，如果我真弄有问题的，那我。那个跟我抗衡的肯定更很厉害，你想想，他不可能，他要既然搞你，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你。你请谁去说啊？你怎么弄啊？是吧？而且你的有些东西可能是自己找来的啊，你刻意的，是吧？你自己要的，你说这就像做啥？你自己你找来的，你放手就完了吗？问题你没放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你烦就烦在这儿，是吧？这个才是问题，人家别人帮不上你是吧？就像谈恋爱烦，你放手都完了，问题你不放手你难受，那谁能帮到你是吧？谁也帮不了你。他很多东西这种因果有时候，你只有自己圆满，但是这个不是说别人也可以说起作用，也不是说没完全没作用，但是就是说治疗起来比较难一点。我试一下吧，我请他，我相信有作用。我请他来试。他是他能发明这个机子，他的思维角度是不一样的。他就是最起码这个人他的思路啊，思维角度，他是站在一个修行者的角度考虑，因为场啊量这些，这他能够从某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，他不是死板的，按物质的看，他可以从场看，从波看，从光看，他从不同的角度看。那治疗病本来就有很多角度的，我觉得他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，道理都是对的，就是在物质世界能起多大作用，这就是看也是看接收的人，就是我放开我愿意接受他的东西，那就可以，你要排斥他没有，但接收你需要理解就，对对，你接受他就，反正我做那个实验是成功，结晶是，啊你也做了。他有时候不是字影响那些水，就是人的心态影响的更大。你比如说，有两杯水放在这儿，你切同样切个我爱你，同样切两个字，但是你这个爱你是很真心的爱他，这个爱你装的，那两杯水结晶绝对不一样。是肯定的。啊，就是你其实是你的心态，不是你那俩字，他不认识字的。就是说你切那个字的时候你是假装的，那个字就带着你的信息了。也是那个字，比如说我爱你，但是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没那种感觉的，你只是骗他的，那个字带着你骗他的那个信息就进去了，然后那个水结晶是骗人的那个结晶，所以水更能识别你的真伪啊。你能骗了，骗了别人，骗不了水。那个深圳那个李丽华李老师啊，他不是去修那个什么气脉吗？他已经就是有点人已经变掉了。你要是你的振动频率够强，他机器他发给他那个唱，他就会，你会带动一个，就是如果你的振动频率，比如说我的比你高，那你我如果对应你去调整的话，你的振动频率跟我是慢慢就会同频，同频的时候我就会把你那种频率低的排出去，就是因为我会。说真爱过了，我会给真爱都震动嘛？那么他是附不在我这儿的嘛？因为他附在你那儿，是因为你的振动频率阴阳不平衡。那他你当你跟我调水脱频的时候，他就附不上了，他就走了嘛？就等于是他附你，就得附我，就是他就是他是以频率那种场式的振动的频率了。但是
舌头它不是这样子，比如舌头它就是直接就是舌头，它就是人类的舌头，它是直接看跟上谁了，直接就看过去，就是物质的啊，什么狐狸啊、猫啊、什么大蝎啊、什么鲸啊，直接就写像了，就是它那个频率在你身上就直接写像，直接看过去你就是个猫或者是什么就附在你身上，哎，然后你就直接告诉他，你就离开，就是直接就是人道，他就不需要这种正规片，直接跟他讲话，你为什么跟着他？他说，哎，我想来听听法，我想来坐一会儿啊，我喝喝茶，或者我没事过来玩玩啊，等等。那你说你可以走，但其他人看不见，其他人看不见，这个就需要神通。这个就是，就是神通，它是可以把阴性的那种正规频率写下的，破译的，哎，就是破译写下到人道的这个状态。因为我们人是物质层面，它可以直接把它写像，就是你的眼睛就可以直接把它写像，就捕捉那种超光速的那种能力，就是因为比如说一个东西如果速度很快，超光速你是看不见的，是吧？但是天眼或者慧眼，它是能捕捉这个超光速的物体的，它就能看见，你是隐不了形的在它面前。有时候对这个神通挺向往的，但是就觉得要是有了肯定也没有了。如果你真的，不是附体，是自己修行来的话，如果你有一定的正知见的话，小孩子有时候不知道，没办法。大人有一定的理念的话，慢慢调整就没事。也你只要不执着，不炫耀，不去玩儿消耗，就是也没啥事。大人成人我觉得，因为他能听进去嘛，你告诉他这应该怎么弄。但小孩子有时候是他不知道嘛，他就是看见了什么什么。这个就是你修正定啊，你修正定，慢慢的就到达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长得就挺像动物的，就是他的神态啊，他的那种。我们不像动物，那个不像，这到底是哪个也像动物？人家是猫啊狗，看我们觉得很丑。就人连毛也不长，嫌我们光光的丑。我们还嫌他们毛，你看看啊，人家还嫌我们连毛也不，人家是看毛好了就美嘛，哎，我们没长毛的就丑嘛，是人丑嘛长的，所以我们都是动物，说看那动物丑的，连毛也没有，还得找个衣服披上，衣服长毛。剥人家的皮，弄个皮大衣假装好看，自己没有吗？弄个貂皮剥人家的。那你现在这个呼吸的次数，心跳会不会加快？我的心跳一直快，天生就快，天生也不快，没病时候就快。我以前就快。以前就快，就是它属于动性心率，比正常快一点，也不是快个。很多，那这个没那么通，以后是不是？这个我要平时坐在这儿的话，应该也不是很快。但是只要我爬楼梯，往高处走，往下走呢，只要爬楼梯，同样爬两三层，只要我是往上提的，那个速度就很快的心率就开始加速。那你现在要是去高原是不行了？你没试过，其实如果是心解脱了不难受，身体就这样足够了。还是我觉得还是只不过是烂气，气缺烂一点嘛。不是，那还是好很多。我现在觉得比以前能活的就这样能活几十年，要是不走的话，不消死的。身体我觉得就好了，心不累就行。身体要不累，不知道想干啥哟，东跑西跑，身体累的干啥呀？你做点事累了，睡觉去了。